是什么？红中红的。今天正式不是红对你。今天在这样的夹击之下，楚玉可以帮助国营吗？你。你前两次选的红中红的，我觉得你真的是个成才大队。但是我今天在想，今天的两党局，今天政治局势怎么对你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最喜欢你的一句话就是“成功不会在我”。对。所以我一直说，今天在这样的夹击之下，你可以帮助楚玉，可以帮助国营吗？你。我会长，好问题，好问题，很好。你的主张可以说，但是还是要尊重一下我们的候选人。那我们，好，谢谢。因为我相信宋楚瑜，我也相信。那我如果讲得不好，我都讲得对你没有。I'm sorry。你讲出很多人，特别是现在国民党很多的这些乡亲心中的一些感受。你讲的没错，你认为他是我提出来当年去选立法委员的，你想不想他？他的才干和他的历练做立法委员当时 OK， 他有做过一天行政的职务以前吗？如果把这么重大的责任，你认为他能够担得起吗？你告诉我，对不起，没有，我们现场还是要维持一下秩序。我请问你，宋主席，高雄，我要有个建议哈，没有问题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会让您继续说。好，谢谢。但是我建议哈，我们尽量 focus 在教育问题。对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对 ，OK。但是我要谢谢他。教育，我要谢谢你。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是让我可以把我的想法给大家分享。这是个开放自由的社会，谢谢你，OK， 感谢宋主席。